哎呀，我们要出门，你看他比谁都先走。哎呀，妈，那路那路。你在家儿子，好好买你出去去。俺也给送你了，嘿。哎呦！哎，嗯，把那脸洗洗的出去。哎呀哎呀，走吧，打开门吧。啊，先整那个。我整那个板凳，坐着那个，也得搁。哎呦，亲家，嘘，脱了衣服。呀呀呀！没事吧，老婆子？啊？我要回国了，你看看这个，哎呦，要被掉下去啊！这回呢，先不带老三，因为我们要去上海一趟，然后正好公公这周也有时间，然后一起去。哎呀，这个小还不知道呢，哎呀，最近老可爱了，不带他好心疼啊。但是呢，我们要跑好几个地方。要去很多，要去好几个品牌方见面。带他的话，天又太热了。儿子，现在国内应该好热好热。哎呦呦呦呦呦，掉下来！啊，你掉下来你还上去？我说你看他可淘了，一天没有他不能干的。啊，哎呀哎呀哎呀，看老会了，哎呀呀呀呀，你老聪明啦！又拿那个喝的去了，嗯啊，好了，好，这是饿不着，饿了那家伙在这拿吃的去了，啊，这个打开，奶奶做果汁呢，做果汁，可爱喝呢家里的果汁了，婆婆做着土豆饼了，我婆婆净搁着铁勺子去划拉锅去，所以我家没事就换锅，没事就换锅，你家可真多，嗯，哎，哎呦呦呦，爸爸。就要那个，就要那个啊！这有，看那家伙气的，就要吃这个。哎呦，好几不能，老固执了。他想喝的必须喝上，他不想喝的，一口不带动的。嗯，那意思是这个也喝，那个也喝着。二十，慢点。那嘎公，有钱牛不哒？有钱牛不哒？你菜哪去啦？哎呀，这呢？你菜你要不得？你菜你要的干啥？哦，有给呢。你菜哪去啦？哎呀，没有了呢。你菜你要不得？你菜你要不得？我的干啥？哦，呀呀的呀！你菜你哪去了？这呢？哎呀，那牙，中午没吃饭，让宝宝做的土豆饼。这个真的全是土豆磨的那个，哦，太热了，土豆磨的那个泥，然后煎的，放了点葱花和盐。这个土豆饼就是全部用泥磨嘛，就没有那种切的那种感觉。哎呀，又练你，哎呀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这才先到。哎，别动妈妈的，别动我的，带了老多了。阿姨说她吃这些，这不是待好久的吗？估计我们这一回中国，楼下人都得清静好多。说中辣着人搬家了吧？我们还想着呢，给楼下人送点东西去。然后正好说先回国了，回来之后买点国内东西给他们吧。这家伙天天蹦跶的。哎呀，还把大哥给骑上来，家伙你看，啥都会啊。你现在就骑大哥啊，儿子，那可糟了。哎，吃这嘴不闲着，一老吃是吧？对。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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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！哎呦妈呀妈呀！你看大哥，哈哈，会这样式接他呢。哎呦！哎，这三弟啊，真找人稀罕是吧？大哥也稀罕，二哥也稀罕，嗯。哎呀妈呀 ！Twink， 还吃那火腿肠，全吐到哥身上了。哎呀，这大坏蛋这是个。你